目记者陈莹举行婚礼的日子，上午她刚化完妆，准备去酒店举行婚礼的时候，地铁上刚逃出屋外的市民进行了采访，对灾情发生后市民的第一反应做了现场报道。 在假日广场，就在15分钟之前，这里发生了比较强烈的一个地震。那么，在我所在的区域呢，我发现并没有造成一些人员伤亡。我们雅安的市民还是采取了一些有效的防地震的措施。在这里，我也希望我们的城市能够平安。